Xing-I Chuan 是中国武术宝库中的传统名拳，是在中华丰厚的文化沃土上扎根于山西的武术奇葩。它源远流长，内涵丰富，是一种融健身治疗、防身技击为一炉的拳种。 形意拳，属内家拳。拳谱曰：心之发动，乐之意；意之所向而为拳。心意成于内，肢体行于外，强调源于意，领于意，内意与外形结合。凭心意功夫。 稳元神，舒气血，活经络，胜敌人，故出名为心意拳。现在，山西祁县代氏拳门人称心意拳。 在健身与对敌过程中，要求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即内三合；手与足合，肘与膝合，肩与胯合，即外三合。得神气力俱至，内外如一，故称六合拳。 形意拳中的五行拳是母拳，基础拳，模仿十二种动物特技的十二形拳，象形取意，以意象形，形随意转，意自形生，是它的基本拳，故称形意拳。 三晋大帝，人杰地灵。不必说古君主晋文公，不必说唯一女皇武则天，不谈名士白居易、司马光、关汉卿、罗贯中，不谈名臣荀况、蔺相如。仅以军事家名将论，廉颇、卫青、霍去病。 关羽、狄仁杰、薛仁贵、杨业，都是历史长河中最光亮的星辰，照耀着千秋万代。
形意拳诞生在民族斗争激烈的明末清初，山西永济尊村季季可，字龙峰，怀着反清复明之志，在家习拳，少林学艺，称由终南山得一人授岳家拳经，并特意授徒，成为形意拳的开山祖。山西祁县戴家历代望族，戴龙邦父子酷爱武术，戴人已成，得季季可再传弟子曹继武亲授，成为形意拳的一代宗师。其弟子河北深州李洛能以拳在咸丰同治年间与八卦掌的董海川、太极拳的杨露禅鼎足而三，威名远播。李洛能的弟子太古车永红，行二，人称车二师傅，深得形意拳神髓。道光年间胜八旗军教头，三招内打败日本高手，为形意拳之巨擘。其弟子李富珍、布学宽、刘简、王丰祥、孟新德、白光甫、李春发等人都为一代名师。李洛能的另一弟子宋世荣继承了形意拳的传统精髓，并有所创新和发展。经几代宋氏弟子们的研习完善，已形成一支具有独特风格的宋派形意拳，其弟子也已遍布全国。宋世荣之孙为传播宋派形意拳，尽力传授各地弟子。形意拳在发展过程中博采众长，不断创新，名家层出，高峰迭起。有驰名中外的韩慕霞，有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郭云深，有打败过200多名武林高手的人称常胜的李富珍。
形意拳源于周易学说的核心理论阴阳五行论。阴阳的对立统一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。人身小天地，全体一阴阳，人体也是阴精阳气的统一体。全论认为，人身亦阴阳也，阴阳动静也，动静合一，气血合畅，百病不生，尽其天年。天地阴阳结合能降雨，五义阴阳结合能胜人。全经认为，人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，天人相应，天人合一。人体是有机的整体，生命活动的进行是靠人体组织结构、生理机能、气血运行的相对平衡来维持的。形意拳的五行拳是练五脏的，十二行拳疏通经络，强调的就是身心统一，进行协调，达成自我建设、自我修复、自我调整、自力更生的目的。形意拳辗转流传，已有山西的车派、宋派、祁县的代派，河北有刘派、郭派，有河南形意拳、东北形意拳、上海形意拳等流派，均有特点，各有代表人物。形意拳于1914年经郝恩光已传至国外。本篇共30集，邀请了山西百余名形意拳高手，既有基本拳式，又有套路表演，既有山西形意拳协会的规范动作演示，又有各门派身手显示，供练者学习，专家参考。
三体式是形意拳最重要的桩功，也是各拳型的起式、开门式。三体是指人体三节，躯干、上肢和下肢。久练此功，丹田所凝之气可成团状物，随意发之周身，成为力量之源。身体直立，两臂下垂，头正向直，脚尖外展，脚跟靠拢，两眼平视，右脚前进半步，左脚跟半步，脚尖平行向前，脚距与肩同宽，同时两臂屈肘向外向上运行至两掌与肩同高时，两臂屈肘内旋，两掌经肩前向下按至小腹前，掌心向下，食指相对，两肘微屈，目视前方。车式三体式桩功，其特点是重心稳固，暴露面小。习练时要求遵循六型合一法，即为击腿、龙身、熊掌、头项，起手鹰捉，出手虎扑。习练时要意念集中，气养丹田，元气充盈，以壮内脏。宋式三体式分坐腕、挺腕两种，坐腕为阴，挺腕为阳。站桩时要求头要中正上顶，项要挺，两目前视，闭口扣齿，舌底上颚，身体不前后仰伏，左右歪斜，两肩下沉，两肘下坠，下肢内外生横，提肛挺腰，缩阴。姿势站好后要全身放松，不要绝劲儿，呼吸深而长，意念要静。戴式桩功称作蹲喉式，或称蹲丹田。蹲丹田又由搬丹田、砸丹田、射丹田三步组成。习练时间和气息运通，每早晚习练，选择地点要清幽，早向东方日出处，晚向北方，要求气从肩腋下运出，灌注两掌指尖，以气降丹田，下至涌泉为要。请再看一遍。
行拳是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拳的总称。拳谱为此拳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，是形意拳的基本拳术，故称为母拳。据五行生克说，拳经认为人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、相互制约的。五行拳外修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拳，内应肺、肝、肾、心、脾五脏。练此拳可左右轮番进行，距离可长可短，侧身吊绑、转身调步，上下协调，内外应和，墙内撞外，防身自卫。劈拳为五拳之首，拳出其形似斧，像劈物之意。练劈拳讲一气起落，一吸气时起，呼气时落，是锻炼肺脏的拳术。肺主气，属金，气为血之帅，气行则血行，气畅则神足。练此拳可养肺顺气，练至精妙处，则肺气舒畅，气血无阻，遍体通畅，体壮身强。劈拳有起势、右劈拳、左劈拳、回身势和收势五部分组成。起势均为三体式。右劈拳，下劈时要与右脚落地协调，迈步时身体应保持平稳，身体不要前伏，臀部不要突出。左劈拳与右劈拳动作相同，只是方向相反，左右劈拳往返趟数不限。回身式，转身不可摇摆，摆掌与转体要协调，眼神随着体转视前方，头要上顶。请再看一遍。车派劈拳讲的是意领身随，以意领气，上下协调，内外相合。练劈拳有五劲儿、六法，两手回抽为果劲儿，两手随身为竖劲儿，前进落步为踩劲儿，全身为扑劲儿，鹰捉为绝劲儿，起落钻翻横竖是六法。请再看一遍。
宋式劈拳讲步稳，全身松肩、垂肘、挺腕、上下协调，含向上、向下、向前之劲儿，使的是短劲儿。请再看一遍。戴式劈拳，起势是蹲喉式，行拳似捧盘端碟，身竖手起，含胸裹胯，足有蹬劲儿，头有顶劲儿，丹田有射劲儿，上步出拳，胯不可不收。请再看一遍。
张友林认为，五行拳是形意拳之刚，劈拳是导引法，抽身吊步，气足宽胸，起落不分，固打一气，上挤下攻，放胆继承。请再看一遍。五行拳是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拳的总称，拳谱为此拳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，是形意拳的基本拳术，故称为母拳。据五行生克说，拳经认为人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、相互制约的。五行拳外修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五拳，内应肺、肝、肾、心、脾五脏。练此拳可左右轮番进行，距离可长可短，侧身吊膀，转身调步，上下协调，内外应和，强内撞外，防身自卫。风拳属木，此拳主练一气之伸缩，如舟行浪尖，身如弩弓，拳似弓箭，左右轮番冲出，始终左脚前，右脚以寸步促进，
练风拳可促足厥阴肝经的精气，具有疏肝理气、解瘀调血之功能。拳掌互变，滚出滚入，追风赶月，攻敌心口。崩拳有起势，并步右崩拳，顺步左崩拳，回身式和收势组成。操练右崩拳、左崩拳，前进时迈步要低，落脚时脚跟先着地，出拳肘部下垂，小臂平直，大臂微斜，扭腰瞬间，头要向上顶劲儿，两动可连续打。回身式，身体要平稳，右掌上钻，与右膝上提蹬腿，左手前劈，与右脚落地要整齐一致。收势，脚的回撤与两掌回收要协调，精神贯注，头正向直，舒胸实腹脸臀。请再看一遍。车派崩拳一出，丹田力由夹脊腰间挤出，侧身吊膀，垂肩坠肘，拳从心口出，直打对方胸口，所谓拳打一条线。步法，一为进步，二为寸步，结在左脚，三为根部，在右脚，故称半步崩拳。请再看一遍。
宋式绷拳，左右结练，向前平射，用并步、顺步打法，转身用后脚横踩，后手起翻成歇步按掌。劈拳使的是阳劲儿，绷拳属阴劲儿。请再看一遍。半式绷拳呈舟形浪尖之势，起无形，落无踪，无头无尾，两手臂循环进行，与身法步法相合，轻灵快稳，连环进击。请再看一遍。
张友林的风拳是催进法，身如弩弓，手似摆剑，出入中道紧密相连，起落剑端，步法不乱。再看一遍。